这下子被我逮着了吧？这叫做人赃俱获，罪证确凿。哎，倒捕龙虾重罚5万，你就乖乖受罚吧。你弄错了，警察先生，这龙虾是我的宠物啊。我看天气不错，就带他们出来散散步。散步？哼，我信嘞。是真的，这两兄弟啊，聪明乖巧，善解人意。嗯啊。每次他们下水游泳啊，只要我吹一声口哨，他们马上就游回我身边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表演给我看看。看好了。哈，这下子被我逮着了吧？这叫做人赃俱获，罪证确凿。